知道问候语音到底发了几条，总是在安慰自己你可能只是没有看到。困在寂寞的梦里，最后变成了孤独的岛，所有声音都听不到，却不知该向着哪儿祈祷。路灯都一直在嘲笑，嘲笑我如不付出的徒劳。原来你送给我的煎熬，是在每次路过礼貌的微笑。是不是我哪里不好？为什么你总假装看不到？这扇门我一直都在敲，一直都算不礼貌。原来我一直都算不礼貌，不愿为我开的门还一直在敲。原来你给我的微笑一直只是礼貌，都是我不懂参考。原来我一直都算不礼貌，不愿为我开的门还一直在敲。就是你表现给我最好的。这个第一次和小唐合作啊，那个小唐的音色呢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歌呢他表达的也非常的到位啊，就是个子太高了身高很高，然后唱的也非常好。有的时候唱一些比如说稍微节奏感强一点的中版组的一些歌曲，对，我就喜欢唱那些，因为我喜欢唱乐队的。对对对，这样的话呢还蛮有意思。然后呢他唱歌不好吧，对，他主要是表达他影视剧的歌嘛，对，所以主要表达两个人物之间的这种感情，所以就比较慢，一般影视剧都是这样的。对，期待你后面的新的作品啊，希望以后能跟老师再合作。那肯定可以。献给我最好的前兆。